是心情很复杂。怎么说？就是虽然配音的时候有看过一些片段，但是在泰坦厅就是那么大的荧幕，然后看自己这样就觉得很哈兹卡西啊。对对对对，你是本来就这么疯，还是碰到九把刀才会变这么疯？就其实我一直觉得我的经纪公司给我设定应该是玉女之类的吧，但就是我一直不小心在打破它，然后你是完全摧毁它的感觉。我把你拍成巨星好不好？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